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光的 Robots Gibbity 厕所战斗。我们上一次呢玩了我们这个游戏之后呢，好多人都一直跟我敲门说，小光你还会再玩这个游戏吗？没有问题，我现在不就来玩了吗？我现在战力只有2320，哇塞，我旁边那个盾牌厕所监控人，他的战力竟然有个十百千十二万吗？哇塞，十二万是什么鬼？哇，还有恶魔电钻，这是恶魔电钻吗？是钻头人，哇！泰坦电钻人，哇！他们战斗力都16万、18万的。哎，有一个跟我是差不多战力的，嗨，你好，我们两个都是小菜逼。哎，我现在这只行走的相机蜘蛛呢，现在有24等啊。然后他更新了一下，我看到他地图变得好不一样啊。这一阵子没回来之后，发现怎么有点认识不了这个游戏了。这边有一些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 Defend Boss 是可以去打架的吗？我们要去打这只 boss， 在一分钟后，我们可以先进去准备一下。我每次进来就去被这两只帅到。我们进来抵挡这个泰坦的，哇！天哪，怎么办？我们的泰坦音响人受伤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这只看起来好像有点强，我们赶快多派一点战力去帮忙。OK OK， 哇塞，好帅哦！我们可以派我们的单位去打这只，加油！我的相机蜘蛛，啾啾啾，给他们伤害。我看看，我现在有8点的能量，我可以再多派一些小兵，派8只过去打他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，赢得了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打得赢吗？有吧有吧，给他给他。他哦哦，这个是打了就可以哦。我们只要在时间内一直打他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获得奖励。只要我们伤害累积到10万了，我们现在累积到10万了，有了有了，我现在没有任何一只角色死掉。哇，他放大绝了，哇，雷射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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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我们这放我都全部都是放那些攻击力比较高的角色啊。欸，我现在有14点可以放，我要放这个坦克角色。嗯，结束了吗？啊，就这样结束了？我打输了吗 ？Oh no！ 19分钟啊，结束了，我死了，是不是我角色死掉就不行啊？啊，我玩家角色不能死啊！这有49个箱子，我这边可以自动开启10个箱子，我全都是钱，还有拼图啊！这个拼图只要集满就可以获得那个角色，再来10个，1000块，1000块超多，我钱好多，再来。我现在有40几个，我慢慢开。我拿到了这个稀有的角色，稀有的有的拼图很强哎，拼图王，开启6个。啊，这个我已经有了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开蓝色的，直接开3个。哇，我们史诗的拼图啊！好了，开完宝箱还可以再取得宝箱。哇，我就取得2个宝箱了，可以开吗？可以开起来，开起来，来2个钻石 ，OK OK， 拜托，史诗可以开个强的吗？哇，可惜，哇，金色，可以获得金色的，金色的，来，传奇的，哇，获得传奇的拼图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拼图快集满了，好，哦，我集满了，可以解锁这只传奇角色，嘿，可以不要叫这个名字吗？可以叫黑摄影师，好不好？不要叫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明显的有点奇怪啊！哇，他要10点电力耶，我们先升级他，先把他升到20等，20等，我的钱够啊，升到20等够了。有，他生命值8000，这只才5000，攻击力1800，攻击力1200，有哎，这20等就这么强了，再多升一点，升到24好了。我们现在有钱啊，2万块。我决定了，传奇角色就给他升到满啊！我这只是我大 boss，OK，okay， 好了，升到3000啊，好啦，43等，15000的血啊，到底要输什么？对吧？你看我这只血3万多哎，血牛，但是它的攻击有点低，这只血15000，但我的攻击3000啊，这只帮你升级一下好不好？史诗级的都升级，前面的这边我就不升级了 ，OK。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卡面，
啊，我们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该把它放到我的正前方？哦，我战力4600了，太棒了！那我的钻石是不是可以拿来抽卡？我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水抽卡，抽卡，抽10个要5000块，好贵哦！哇，要抽到传奇的只有0.58哎，不管了，先抽抽看。来，啊，这看起来是史诗啊，这是传，这应该是啊，这是那个啦，稀有。亮紫色的，紫色的，多一点，多一点啊！我有了，我有了，已经有的不要，再来，再来。运气不是很好呢，啊，死尸，糟糕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抽了。我们的钻石累积了这么久啊，这边有个保底是不是啊？30抽有保底，啊，有保底的话还不错啦。哇，这边有很多很多泰坦在看着我们。泰坦电视、音响，还有我们的钻头啊，监控都有。我们现在4670的，我这边还有 YouTube 哎、欸、，YouTuber， 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影片啊。我们去打一下，我们看有没有这什么 challenge 吗？我们跟他挑战一下，29R 可以买这只啊，限时礼包，买到会赚到吗？会不会买到是亏到？这个宝箱是什么？我现在不能开，我需要加入他们的什么社团之类的吧？我们来打看，哦，这是刚刚我们的 boss 啊， boss 要15分钟，这是教学模式吗？那我们现在要打什么任务？哦，有了任务，我们上次打到第6关，没问题，我们就从第6关开始。还有没有更难的？他们难度没有办法调难度啊。好，我现在还先从简单开始，先把他们打爆再说，直接开始，我一个人就够了 ，easy easy， 我就派一只就行了吧，来。开始，救他就够了。哦，4000，4000，刚有暴击打4000，5000、5900、6000，哎呀，太帅了吧！我们的小黑摄影师完全打不痛我们，直接秒掉。继续放，好，我们还可以放个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4只，还有一点，好，开始。去吧，救4000，4000，小 DJ 厕所，哇塞，虐菜啊，我在虐菜啊，我们用相机蜘蛛就能打赢的波次，哦，我们就放它直接开始自动，救，5000，5000，哇，一直拿到箱子疯狂的发射给我，啊，一直拿钱。我要决定要把我的这只黑摄影师把它练到极限哦，它太强了，有没有？直接自动开始，哦，它会自动会帮我放角色哎，哇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哇塞哇塞，真的是啊，胜之不武啊，躺着就赢了 ，victory！ 哇，它直接到下一关，还帮我自动用哎，等一下，你自动怎么放这只啊？这只不大好吧？不是，它放的不大好哎、欸，大哥，你这个选择的不大好哎、欸，虽然是赢了，看那放2只啊，啊，只能放1只啊，那我升他也不能升太多哎、欸，好，放2只这个，来开始，有，我们2只是升级相机蜘蛛，那没有升级啊，相机蜘蛛加我们的这个女监，这是女监控人吗？为什么叫黑监控？黑叉监控，这个名字真的是超级难听。上一次就是用这名字，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把它解锁了。黑叉监控，我们的第一支传奇角色有啊，传奇真是不是盖的。来开打，直接打烂。哎呀哎呀，真的是没输过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会被人家说胜之不武。我们直接下一个，来来来。我们这样子可不可以？20只，好不好？打输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打输是你们的问题啊。好，上线 是？好，这边放10只 ，Go， 开打。好，我们普通摄影师都不能输了，都输不了了。打你们300都能赢了。杀鸡焉用牛刀啊？不需要用到，我们用自动好了，让它自动帮我们打。去吧，
自动帮我放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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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派我们的传奇出来，实在是太强了。哇，没有办法死哎、欸，我连最前线的都死不了，普通摄影师都死不了。可见我们的角色实在是太强了。上啊！哎、欸，他真的蛮随机的，有哎、欸，好随机哦。这扬声器帮我们挡前面，他血三万啊，三万根本打不痛啊。你们再打多打一点，再多打一点啊！哦，有个范围攻击，哇，手榴弹是范围攻击啊，赢了，有了有了，他这光的复风剑，射一下就加一支，射五支就满了。他这个光的复风剑是可以让你的攻击力一层一层的叠加，叠加到最满就是最佳攻击力吧，我在猜。一开始我刚刚看到他射一千嘛，射到第五下的时候就变五千了，所以是我的光护风剑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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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吼吼，好赚钱哦，兄弟们！哎呀，还是可以举牌旗投降哎、欸，你要投降吗？我要确定问一下，你确定要投降吗？不用不用，我们不投降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再去打一次 BOSS 关了，我们不会再死了。我们等一下躲好，千万不要再莫名其妙被打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的血六万多，战力六万，根本输不了，完全输不了啊！哦，这一局竟然没有我的那个、欸，竟然没有我的史诗角色出来。哇塞，他们这边人很多呢。不过也不用怕，我们有两只大型扬声机啊。哎，一支三万的血量，我就不信这边能拿我们怎么样，对吧？直接打爆，揍死他们 ！DJ 电视直接死掉。哦哦哦，他真的放好快哦！哇，这个自动好舒服哦。我们就在观察我们的角色虐爆这个马桶人就好，砖头马桶人，直接打死他们，是啦，揍死揍死！给他吃我的手榴弹！哦呦，好多只哦！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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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起来！哇，他射一下五千真的是很爽。我等一下决定要把这只死这个传奇角色直接拿到实战上啊！我们把任务七打掉，我们就去看看，我们去看看那个外面的那个 BOSS 战到底能不能打了。我现在拿了好多好多的白箱子啊！我现在能开箱子吗？我现在也不能开箱子哎、欸，没事，就继续射。普通摄影机用揍了就把人家揍死。来，下一个波浪。这个塔防的游戏真的是很过瘾哎、欸，而且它可以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升啊。然后你抽到的角色是用零件去拿，也不用担心说啊，糟糕，会不会拿不到？搞不好只要你努力一点就拿得到。有啦，哇，这支战斗开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自动关掉，去吧。这一场竟然没有 BOSS 局，竟然没有把我们的史诗叫出来啊！不是史诗，是我们的传奇叫出来啊！我们的那个监控女，监控女真的太强了吧！直接揍揍揍啥？扬声器真的是血太厚了，有哎、欸，万用角色有了，我们回去，我们看看我们现在钱多少，战力多少，你好好的把我的战力升起来了。回来回来，哎、欸，读这么久 啊，出来出来，战力多少？还是一样4670。我们有个礼物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完成了，加30个，太多了吧？哦、我们只要玩到这边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砖头人啊，泰坦砖头的一个拼图，拿满8个我就可以解锁这一只角色。看看，我、哦、泰坦砖头现在有一个哎、欸，其他人都是。竟然都一个，然后有哪一只？这只三，这个史诗的这只，我现在有三个碎片。那我们先继续升级它喽。有钱就升级我们的这个女监控人啊！多余的可以升级啊！啊，三星哎、欸！哦，我懂了。我刚拿到多余的碎片，就是来升级它的。升级之后，你看两星，它的攻击力就变高了。哎呀，那一般的这些碎片都要多拿一点。我看懂了，这只要多拿一点，反正就是碎片拿到满，我的这个星星数就会加爆。在这边先帮你升到20等，啊，升到21等，现在45、21，7790，呜，好爽啊！
我现在身上的这个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打 boss 吧，走吧，看看，开打，还有七分钟，可恶，竟然还有七分钟，哇，这只好帅哦，三星的，哦，对，我可以把女监控的拿出来跟随我，有了，请他来跟随我，哇，虽然我没有你们的那么大只，但我这只也是挺厉害的，水管工 1.0。可以跟人家一起打吗？第九关，我们直接把他这边打过，可以一直获得这个电力啊！这个电力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。哦，这是跟人家 party 的意思吗？他好像帮我去配对，看能不能配对到朋友。正在加入游戏，简单任务八。有人有哎，配对到一个。不能自动哦，好，不能自动没关系。我们这边有一只这样，好不好？我派出我三大天王，他放出来。哦哟，他也有，哇塞，我们都有哎，我们的实力都差不多哦。这到底要输什么？我们实力也太强了吧？我们有两只这个史诗就，我们有两只这个传奇角色就够了，传奇真的太强了。就赢了，我53个箱子，好像可以开，开十个，开个碎片给我吧，可以拿金箱，是再开，可恶，我先帮他放好，先放好 ，OK， 开始，哦呦，他这边有一只实验师，我靠。他喜欢啊，哦，这只他的等级好像没有比较高，还是啊，这是我在看我自己的 ，ready 了，他还没 ready， 那我继续抽我的东西，自动是什么？他自动帮我开耶，自动好方便哦，多开一点，多开一点，只要开到100，我又可以再拿到宝箱了，再开再开，有，好多钱，再开，自动三个，嘿，碎啦，再四个。开启，又获得了一个金色，真的好强哦！开打了！哇塞哇塞！他竟然没有这只蜘蛛相机吗？可他有这只科学家摄影师人，好强哦！他放了一只相机直升机，他好像要死了。小小的无人机，下一个波。跟别人合作就有个缺点，比较慢。看他的脸色，我们要看他的脸色玩游戏，继续 ，OK， 再拿一颗哎，自动开启四个，哇，这次是回到紫色的模式，再开个传奇的，哇，这个开一个是50哎，哇，拿到史诗的，太逊了吧，哎，他这次有放点数吗？他这次只放了一只相机哎，他是觉得说哎。跟他们打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不需要到我，真的是很坏欸。Henry， 你真的是齁，哦呦，这边打 boss 了，应该要放两只这个，然后再放一只这个，然后再放一个这个，好，就不需要，我就不需要放什么特别的东西了。欸，他有电视人欸，这是电视人强不强？普通电视人。我好像上次也有普通电视啊，我有普通电视人一级的这个，他一级的，好，来吧，开打！他放了什么？火箭筒人，攻击相机、直升机哦，我看不到这只，他这是大型火焰人，大型火箭筒人，哇，好多居面啊，把居面集成，这居面的脸看起来好像，Yes， 哒啦 ，BB， 哒啦 ，Daddy， Daddy Day。OK， 被我们炸烂，抱歉了 ，G-Man， Victory， 我们根本不需要合作，回到大厅吧。我们太强啦，根本不需要合作啦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第二集的这个厕所战斗塔房就先玩到这里啊。目前已经进化到7790了。下一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，超过300个赞，我们就来拍下一集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